当年混田家下纸板贴、水粉墙板贴，都被乡人比到推动过度。等到春天开始了呢，再过乡北边，不过部分黄白不有纸板贴的素材，今年才开始看到的。好在就古生，现在一按多年来，混田都有开始暖纸板贴过度的时间缩短呢，没不是用按你的做法，可能会出现的三级的三大毒风。中央古师傅出来，一条眉眼出乎的普通，虽然快点发，三毛头白，纸板一见比的现象。像一只四分钱板一啲咧，砌乜？侥幸木创嘅建议讲，前一礼拜系忙落嘅时节，行出嚟看到几群嘅纸板一。因为天气的变化，可能应该他们的数量有减少，没有像去年那种大爆发的状况。上周的话，还有大概看到五六十只的那个纸板蝶，那这几天可能是因为下雨。所以值班蝶到目前为止就还是今天都还没有看到。当年生意其实因为日照变短，半夜就会从北铺溜出西多推动南铺的神奇来过冬。不过出好在观察，按多年来但是都系暖冬，尤其今年寒天以来气温还系开始暖，半夜不是气温黑，故所会开始有看到几群的画面。相较于往年这波的寒流并不算是很强烈，因此呢，对这些越冬蝴蝶来讲，它不见得需要进入到蝴蝶谷里面去越冬。或者强调，无看到无代表数量减少，可能半夜黑啲神奇耐度黑，唔系气功黑。唔过做得确定呢，寒天确实温暖，但半夜过冬嘅时间变短。从观察半夜嘅行为，做咗前面嘅看得到全球暖化造成嘅环境变化，黑色上层面同唔同好。